为这个收到三密集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它在密集的过程中呢，运动量比较大，所以它大概三到六分钟的时候呢，会上来换气一次，换上去一次。所以呢，如果不是受到风水的影响，我们一来就可以看得到。啊，所以我们可能要花一下时间，我们给就是大概五分钟的时间，好、哦，那看一下，一定要看得到，好，等一下哈。那因为海水如果涨潮的话，氯气关呢会从远。